大家好，我是五仔。大家好，我是 OK 仔。好，又到我们讲 Mira 事件的跟进了。我们的新闻日日都迟过人哋少少先讲，我唔想咁快添啊！而家系嘛？有啲人话你，喂你冇人咁讲，系得你咁讲喎。话唔系话我讲嗰啲嘢，报纸系咁卖嘅啫。系咯，唔系我独家喎，有乜敢唔敢讲啫？冇搞到成件事系独家村先。冇噶，冇呢啲嘢噶。啲哥仔啊，睇到新闻有啲咩就同你讲下咁解嘅啫。我话有乜唔敢讲，报纸都系咁卖啦。嗯，我喺个报纸上面佢咁讲，我咁讨论啫。咁而家闹爆喎、啊、吓，镜粉公开信怒斥阿老廷辉、啊，当 Mira 系棋子挡箭牌，叫回应三大要求。哇！啊，好多嘢讲，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啊！五蚊鸡 Play 财务广告，同大家讲下 Mira 正式宣布暂停活动两个月。嗯，啊，所有嗰啲活动关佢哋事，全部唔出席。嗯，两个月。又是饥饿式销售，即系话到俾你听，佢可以行喎。其实成单嘢，佢播翻冬季翻嚟啊，定系即系秋冬季翻嚟啊？谂住即系点啊？一次过，或即系我估啦，估咩？佢特登宣布呢两个月，等你大家起码有个期望值，期望值系啊，又将件事凋淡一啲啊。嗱，一来嗰边就希望可以，但我想讲单嘢唔关 Mira 事嘅。其實係噶，你係老廷輝同花姐嘅啫。我話唔好聽佢咧，出嚟交代。佢哋呢十二個有翻喺個台上面嘅大佬，咁啊點啊？即係唔係啊？佢哋都係喺個台上面噶。我知啊，佢唔係後邊喐嗰啲嘢嗰個人嚟噶。我知啊，所以你説佢做咩啊？所以係咯，佢哋無辜啊嘛。嗱，聽啲講，你説佢做咩啫？而家佢真係擋箭牌，有人真係咁講話擋箭牌喎。做嗰班嚟嘅，佢哋都係陰公。黐線嘅，你喺香港嗰個娛樂圈，咁多單。即系你话系电影啊，或者演唱会啊，有意外啊，或者点样啊？嗯，有冇跟住个艺人系咁样咧？即系话完全要两个月停工咧？即系呢个，我觉得受伤一定周时有咯。做呢行娱乐圈，香港本身就好少咁即系大班团啊，男团有女团咧，唔系好多。能够喺红馆开 show 嘅机会都唔系比较多。你話調翻轉有冇歌手又好啦，藝人喺紅館發生事件要休養咧？通常都係佢真係整親休息就有。嗯，係咯，就好奇怪，呢個都係飢餓式銷售。係啊，飢下餓先啦。阿姜圖彩你都傻嘅，翻籃球場打波。係啊，佢而家根本係放緊假。放喺暑假，身影轻松自在地啊，飞舞射篮啊，几犀利！讲到神仙咁啊，姜涛系咯，系咪啊？飞舞在咩啊？飞舞射篮啊，吓自由自在。嗯，佢好似喺维园打，系维园都几多明星嘅。嗯，系啊，姜涛喺维园，得闲来补下喎。系咯，但又唔多人嘅球场。嗯，净系记者影到嘅，吓。咁都好啦，即系而家其实佢哋放下假先唞下先啦，系嘛？唔好话即刻就话要唉出嚟顶啊咁样。咁但系啲镜粉话唔放过你，唔放过边个先？老廷辉咯，唔敢讲呢一篇就东方新地，我头先嗰篇就香港零一，有乜敢唔敢讲嘅？全香港啲报纸都讲紧，我唔明点解有啲人点解唔敢讲呢件事，我唔明白。佢又唔系关政治事，你警察彻查，根本上呢单嘢就系全香港人睇到目击，我都有观众嚟噶，系嘛？即系大家都系想知有公知情权啊嘛。冇错。咁啲人又话喂你好交代咯，发生乜嘢事？吓咁佢哋其实可能都未知嘅。佢点知啫？佢系老细嚟啊嘛，佢都唔知咩情况，我唔通乱咁讲啊？梗系啦，冇得乱咁讲啊！有啲嘢唔可以乱嚟嘅。咁唔通督阿花姐出嚟啊？喂，佢嗰阵时因为咁，所以点点咁，又好似冇乜义气喎。咁佢到佢战师弟噶咯，系咯，系咪先？咁唔讲住咯，有啲嘢等先咯，唔系点啫？人哋差佬又未有。喂，你好多嘢，你而家有时候会进入紧一个叫调查程序，系咯，乱差咁噏咁，一影响个调查，又进展又麻 Q 烦。喂，即系咁讲啊，呢啲咁嘅嘢，阵间阿老廷辉讲咗就话系啦嘛，系咩？即系，例如我唔知道老廷辉当晚有冇出现喺嗰个 Mira 演唱会啊，
我如果佢你话老板级要交代咩事，佢阵间唔喺嗰度嘅，分分钟你仲近过佢，你知得仲多佢，嗯，啲嘢系咪先？咁当然佢见到伤者啊或者乜嘢，咁而家你话系清醒嘅沟通到嘅，咁得唔得咧？唔知道。我上网睇嗰啲医学嘅报告就唔系好乐观嘅，嗱不嬲睇到香港零一或者其他报纸写都唔系好乐观嘅，咁啊伤者有伤势，咁啊镜粉啊，梗系就心急如焚啊！整篇公开信你叹下先，就啊演唱会事故啊，我们在此交代以下最新情况吓，呢篇系咩嚟噶？我呢篇系 market failure 啊，整啲公关嘢，佢系点样啊？佢交代翻最新情況，今次事故為表演，為表演者參與演唱會工作團隊、觀眾以至市民帶來不安影響，深感抱歉。佢都要咁講嘅，但係你話關唔關間公司事咧？即係有啲咁嘅嚴重嘅事故出到嚟。意外，我相信係冇人想的，冇人想嘅。但係佢禮貌上嗰啲道歉，係邊個係主因搞出嚟咧？唔好讲其他无谓嘢，又话咩食唔食水、时唔时间嗰啲，系不嬲啲天王巨星都好忙嘅。呢单嘢点解会做到咁差？你真系揾翻个真真正正嘅原因出嚟。冇错吓，咁佢哋而家就又系会严正追究啦。佢话究竟系边个单位导致今次事故啊？嗯、啊定必追究啊？嗯，咁呢啲都系打官司嗰啲嘢咯。系咯，咁个公开信就话十二指啊，正式宣布啊。就话要系系咯休养两个月休养，你当我休养啦。唔系咁开头都好嘅。佢讲呢样嘢，哪怕两个月后系点，我哋唔知道先。好多人就唔使刻意就系揣摩，究竟系咪真系完了罢完无意外？佢咧，你睇到呢篇嘢，其实佢哋我自己估噶咋，有揾嗰啲心理辅导啊，嗯。点解咧？有两只字咧，系嗰啲心理辅导嗰啲人咧，专成日讲啊，梳理情绪。嗯，佢喺嗰篇发声明嗰度讲啊，佢话保持与 Mira 嘅沟通，经过大家商讨，我哋理解到各成员均需要时间同空间去调整身心同埋梳理情绪。嗯，系啊，情绪系用梳理嘅，学到呢个词语啦。嗯，吓咁样就睇下点咯。佢话嚟紧会再安排退款嗰啲啊，即系佢都觉得。就交代叫交代咗先啦，不過呢個交代又真係好遲喎。如果你交代嘅嘢係十幾日後先發生呢啲，係嘅，又真係比較遲啲喎。明嘅，係咯，唔係咁唔知啦，可能佢哋背後涉及一啲好多事宜要處理定係點樣，我就真係唔知道啦。我哋就佢話喎，即係啲網友喺度寫啦，佢話斥責佢當 Mira 十二支係擋箭牌，有冇咧？有冇对个挡箭牌咧？当 Mira 系挡箭牌系咯，又唔系啊？我都觉得唔算系咩叫挡箭牌？挡箭牌就系、是、哦呢单嘢明明唔关姜涛事嘅，捉阿姜涛出嚟嗱，唔系啊吓，唔系你话系咯，系佢啊，呢啲先叫挡箭牌，系咪啊？你谂住将个责任委过他落佢系啦，委过他人嘅你就拱嗰条友出嚟，咁唔好呢啲讲大咗系啦，呢啲系讲大咗，用错词语啦，咁你好老屈噶，屌佢冇攞嚟挡，佢话佢挡箭牌。咁最衰 Mira 啦，Mira 自己话要开演唱会啊，如果唔系我哋公司都唔搞。嗱呢啲叫挡箭牌，冇错。但系佢从来冇咁讲过啊。所以有阵时啲网友写埋啲嘢劲啊嘛，咁啲杂志又攞埋出嚟讲，有啦犀利。凑埋一叠就成一件好奇怪嘅事啦。佢话 market 即唔系 market 啊，sorry 啊。佢 simple English 有啲人话呢个 market value 啊，market value 啊，成日有啲人话点解你成日读错？可能呢个都读唔啱啊，读错咪好咯，我都唔系讲紧嗰间，你都唔识嘢嘅啫，求其啦 ，MV 算啦呢间嘢，你呢间 MV 公司啊要啊旗下艺人硬挡啊，啲网友话有冇？如果咩叫硬挡啊？而家拱佢出嚟做嘢就硬挡啦，你搵佢出嚟吓见记者传媒啊，咁啊搵佢硬挡啦，冇冇啦，梗系佢无疑系消耗呢班年轻人嘅辛苦得嚟嘅声誉，哇呢、這个我觉得真系讲大。大咗，消耗呢班年轻人辛苦得来嘅声誉，咁都系呢间公司捧嘅啫。即系你，我咁讲啊，打只育成游戏啊，你知个 friend 打紧嗰只 game 啊，咁样啦，咁跟住话，喂，咁样嘥咗个角色，屌，咁唔关你事啊嘛，呢啲嘢系咯，先咁佢，因为佢讲到话，
在镜仔在你们的眼中啊，是不是可以随时切换用完即弃的棋子猫？哇！喂，这些呢画公仔画出肠咧，讲到明系沉啦。嗯，有乜咁大不了咧？系咯，即系佢话嗱，我觉得呢篇嘢系细路仔写嘅。嗯。我覺得所有藝人啊，咩公司啊，若講到幾心緊扣、心連心，都係講利益嘅啫。佢哋唔係講利益，唔係講咩啊？唔係，喂，教會都講利益啦，你真明唔明白？佢將嗰件事好情緒化，完全冇任何利益牽涉溝咗落去，純粹用個人情感去投射主觀落呢件事度，邊有可能啊？咁蠢人哋門生意嚟，你講到好似屋企人，呢個你屋企人嚟，呢個唔係你屋企人嚟嘅，呢個真係佢門生意嚟嘅，大佬啊，係咯，好理性去睇呢件事，咁有啲人就用呢啲好佢好感性嘅指控，係咯，去指控一間公司同佢旗下嘅藝人啊，係隨時切換啊，隨時雪藏添啊，係隨時切。是咁噶啦，你系咯咩台电视台都系咁啊，你捧下呢、這个，咁点解游水嗰个唔系姜涛啫？点解要捧嗰个男仔啫？嗯，佢有十二个佢都唔捧啊，佢中意摆边个咪摆边个咯。嗯，唔系用完即弃嘅棋子，但肯定系棋子咯。用唔用完即弃唔知啊，但系如果你话印度即系都五六十岁冇咗嗰种魅力啊，已经唔系 boy band 啊，有几对嘢伸出嚟，呢、這个佢哋自己本身都要接受啊，即系呢啲指控系。好小朋友，唔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啊嘛，嗰、嗯那个环境就系你会觉得哦，所有嘢都系间公司乜乜乜乜乜，有啲嘢你要明白到商业操作嚟嘅，有啲系唔好话你净系纯粹商业操作嚟，个人情绪投射落去嗰件事已经俾我又唔系咁啊，俾你嘅你即系俾唔到你啊，俾唔到你嘅有啲嘢系就叫你 join pen 就你俾佢啦吓，都话系生意咯，冇错。好啦，咁啊。而家咧鏡粉公開信提三大要求，再次向受傷舞蹈意外當晚在場觀眾因演唱會腰斬而未能入場嘅觀眾正式道歉，有正式道歉啦，嗰封發聲明信算係噶啦，係嘛？你起碼出咗聲先咯。要點啊？陸廷輝咁樣對住開公嘅記者招待會，跟住全部耷曬頭九十度鞠躬影相。咁咧，我犯咗一啲老板，好多老板都会犯嘅错。唔系你个问题系咪先？唔系如果你要道歉，佢讲咗佢封信，佢系写咗啦。佢而家发咗声明啦嘛。有啲人觉得人依家咧喺人情感上面觉得佢有问题，嗯，但系喺正式法律层面咧就未知边个有问题。唔知噶。如果佢冒冒然出咗嚟。所以咧，佢嗰日啲友仔喺度講啊，你就係街咩咧？跟住話，且我老實講啊，你未經法庭啊，我唔俾錢都得啦。嗱，即係因為佢有錢嘅喎。如果你講真，你一個係唔好講到咁大型喎，係二三百萬啲鋪仔啊，幾十萬啲鋪仔有人攋嘢之後，照嗰啲藥費，哇，打官司先啦，呢單嘢關邊個事都未知咁樣。係咯。所以有啲位咧，你睇下佢，咁當然對佢嚟講好閒啦。嗯。係咪啫？如果嗰、那個我話係百零二百萬鋪仔嗰啲發生呢啲事，十零廿蚊搞得掂嘅，咁佢都搞咗佢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嗰方面係差唔多嘅啫，嗰啲責任就咁。但係你話其餘嗰啲要查過先知咯，嚇咁係咪交代公司對所有涉事傷者嘅賠償方案？唔係私底下講啊，呢啲要變咗公眾知情權，賠幾多錢俾阿毛嚟噶？即係嗰種。我賠幾多錢咪等？如果你按規矩咪按翻法律程序處理咯。是啊，责任啊嘛，不论过失究竟关边个事先，咁啊要法庭判咯。系啦，咁好啦，你话赔几多，法庭宣判咗赔咁多，跟住你自己再叠加，另一回事。嗯，吓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嗰个责任，因为依家系上到公众层面啊，好多人就会喺度打老虎。系嘛？哦，一定系你啦，系你啦。如果你自己又冲咗出嚟，对唔住，咁你即系未。是不是自己揽晒了那些东西他说又要交代演唱会中所有劳工是不是有合理的保障、即是譬如买保险那些东西这些关不关大家事呢是不是公众知情权呢、如果要保障公司员工的权益可以的就是要的所有东西就等件案审完或者报纸再 update 因为始终如合格又好，唔合格都好，我相信政府依家都查到咁 deep 嗰時候，一定會知道究竟發生即係
入邊啲合格規格，有啲唔合規格噶啦，係嘛？最尾引用 Machiavelli 官網上寫下嘅願景：熱情、細節、用心、尊重、連結同埋願景。促請 Machiavelli 嘅履歷承諾，閣下仍然記得這樣這些承諾，別讓宣言成為謊言啊！好啊，好啊，好啊！係啊，人又不停揾位噶啦，揾位去處理佢噶啦，係嘛？係啊，咁睇下依家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咪？唔係你就算政唔好話政府先啦，你佢出嚟交代咗，講咗一啲類似你哋想聽嘅嘢，舉例。有冇咩违规乜乜乜乜乜啊？咁样跟住后续会点样点点点？讲完之后，可能你哋都唔会满意啊。冇噶，而家警方话发现负责稳固涉事巨幕钢索断裂系由金属疲劳引致啊嘛。嗯，系而家最新都系咁讲咯。佢进一步调查啦，要再知味。系。咁但系就唔影响啊。啊！嗰、那個歌仔叫咩名字？唔記得咗添。嚟緊開紅館演唱會喎、那個。哦，佢哋話好似冇事喎、哦，即係俾佢開咯，可以繼續租用場地，繼續準如期繼續開。係林家謙啊，啊林家謙，佢又多嘢講啦。你俾我，你唔好，你唔使俾我唱歌，因為呢個 topic 啊，如果我行到入紅館，拿住支麥嘅，即已經有一聽，你聽兩個鐘話俾你知。大家俾咁多位慶幸啊！各位啊，可以能够坐喺度安安乐乐睇完全冇危险性嘅一个 show 啦，俾啲掌声先。嗯，啊、就系咁，即系继续就跟住落去啦。系，系咪先？你几多嘢讲啊？你话嗰个 show 珍惜生命啊，唱歌啊，跟住。嗯，系啦，哇！呢个世界。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讲下多啲啊 Mira 演唱会嘅最新跟进。系啦，仲有啲咩跟进？好啊，下次见，拜拜。